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本期《中国文艺》，我是主持人孟胜男。幽默风趣的相声带给了大家许多欢笑，但甩开排练好的包袱和笑料，他们的表演又能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？本期《中国文艺》带您欣赏相声演员的即兴表演。没有剧本，未知情景，他是学生还是老板？岳总，当一切都是未知，看实力演员如何应对，看金牌主持机智作答。这是谁啊？我媳妇儿叫什么？看相声演员见招拆招，看歌手现场渡过难关。欢迎收看本周《中国文艺》，演技实力派。白凯南用独特的表演方式给观众们带来欢笑，他思路独特，妙语连珠，还是个搞笑奇才，舞蹈跳得也很棒。在本期节目中，他跟随舞蹈演员翩翩起舞，才艺十分了得。谢谢谢谢，你终于来了。哎，别客气，咱们马上开始。快快快，来站这儿。好的。想到您还会跳舞呀！这是让他们给带动的，而且跳得还这么好。谢谢您的夸奖。跳完舞感觉怎么样？感觉神经神经精神气爽。哦，那觉得自己跳得好不好？观众心中自有答案。你们觉得他跳得好不好？观众说你跳得非常好。谢谢。白先生，您作为一个著名的企业家，对，商业领袖。为什么这次会放下身段，亲自投入到我们的慈善演出当中呢？对呀。对呀，为什么呢？时代在发展，科学在进步。哦。企业家也可以这样吗？对对对。对，和员工们一起联欢，打成一片。哎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这样企业会做得更好。相信我们白先生也会越做越好的。是的。那个白先生，大家都知道您的企业是生产雨鞋的。对，对吧？像您今天脚上穿的这一双，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啊，就是最新研制的一款具有舞蹈功能的雨鞋，对不对？对的。为什么会生产这样一款雨鞋呢？是啊，这个大家想不透，想不懂，我不说你们不知道。我也得想想怎么说。在舞蹈界，哎，看看这个。对，我怕您太热了。是，谢谢您，很贴心的节目主持人啊。在舞蹈界，有那么多的舞蹈鞋，芭蕾舞鞋，对，古典舞鞋，对，拉丁舞鞋，足尖立起来鞋，就没有人能够动动脑筋想一想，下雨天要跳舞你穿什么鞋。对呀、啊、说得非常好。所以我们公司时代在发展，科学在进步，就做人家没做到的，人家没想到的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做不到的鞋。太好了，白先生啊，您看谢谢我们今天这个明星慈善夜，哦，主要捐赠的对象呢是针对于撒哈拉沙漠里的居民，有人捐了纯净水，对，有人捐了骆驼，可是您却捐了100万双雨鞋，这是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？观众朋友们都很想知道。Thank you。
谢谢 ，Thank you。沙漠的沙子多呀，你要穿一双芭蕾舞鞋、古典舞鞋、拉丁舞鞋、民族舞表演鞋，那个沙子灌进脚里边是非常不舒服的。没错没错。所以这个雨鞋大家看到了，它的个鞋帮很高，沙子进不来。哎，对脚的保护非常的好。这个创意非常有意思啊。所以他们穿上我这个鞋，保护好脚，身体就健康了。然后他们穿着鞋呢，他们就脑子里边想着下雨，就算不下雨也胜似下雨。意境，有非常好的意境。谢谢。白先生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您的粉丝可算是遍布全球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还是不是？谢谢。今天呢，谢谢，也有一位特别的粉丝来到了我们现场，有请我们的粉丝。在哪里？吓死我了！哎呀，那他来的没人告诉我呀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老爸老稀罕你了，真的老稀罕你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刚从那个巴黎时装周下来，然后那个，我就跟你说，我就穿上你设计的雨鞋，我得金奖了，得金奖了哈，得金奖啊！好好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得金奖啊？为什么？全因为你的雨鞋。那是。都因为你的智慧。对，我听人说了，脸上长一个包，对，代表一点智慧。你瞅你这一脸的智慧。那个，对啊。好了。而且白老师，应该结束了，粉丝可以下去。我跟你说，我不走。我跟你说，我还给你带了个惊喜呢。还有惊喜啊？特别大的惊喜。对，我收藏了你就是设计的三代雨鞋。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都有的，我都给你带了。好，哎呀妈，展示。我跟你说，你瞅。对。哇塞，这个是我们白先生设计的第一代雨鞋。第一代。骨头雨鞋。对。白老师。稍微小一点。你就说你这智慧。你说你咋想的？你咋想的？你这是？你快给大伙说说你咋想的。这个啊，这个雨鞋呢，大伙看到了。这一看就是一个儿童小孩穿的小雨鞋。雨鞋呢，你说谁不用橡胶的呢？对，用这个布的。对，你说后来呢，它就不防水。哦，不防水。所以就变成了我们第一代的纪念版。纪念版。纪念版。不沾雨的纪念版。说到第二代雨鞋，那就太有时代特点了。老防雨了，我跟你说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跑鞋是吗？这是一款。对呀、我跟你说，你给大伙介绍一下这双雨鞋。大伙看到了。这个第二代雨鞋呢，这个其实不用多解释啊，就这忆苦思甜呢。吃水不忘挖井人。你不脚踏实地的深入到水坑里边，你不知道这水有多凉啊。所以让你先感受一下穿这种草鞋和雨水融为一体，浑然一体。你说他买我鞋，他不怕我 hold 不住他呀，我得把他 hold 住了才能买。所以这不用多解释，咱们马上看第三代雨鞋就靠谱了。我跟你说，第三代，你瞅这个，这双雨鞋集中了所有的智慧，那就是智慧的象征。你给大伙说说，它主要的功能，我估计是防水。我知道，我要其实这也是纪念品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能雨雪不分。所以呢，从天上下的雪，大伙想一想，到了地下变成水，能不冷吗？你穿上这个千层底儿，防水水啊，防水防水，这里边这个棉花防。雪，雪雨风霜都防了，这是我们第三代的作品，非常好。白先生，你看我们的粉丝多有心呐、那个白先生，好的那个我介绍完了，我也该走了。但我走之前能这样吗？能给我照张照片吗？快走吧那个谁带相机来给我照张照片？咱俩这样行吗？那个咱俩照一个动感的照片行吗？动感的呀。那个像你，我看你那个跳舞也特好。动感。咱俩跳一个那种，不是照一个那种，就是那啥，
你搁前面，我搁后边，看谁快的那个。哦，照照这个哈。哎，我喊茄子，咱一起照啊。好嘞，预备，茄子。哇！好好好行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雨，那鞋回来了吗？鞋不要了吗？送你了。我们妈呀，老防雨了。谢谢我们的粉丝，谢谢。白先生，真没想到您的粉丝那么热情啊。是的。白先生，我们聊了这么多，也该进行我们明星慈善夜的最后一个环节了。好的，终于最后了。我们特别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，来，你拿着。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？知道，耍猴用的。敲一下它。啊，敲一下，想不想？有请我们三句半的演员。来。明星慈善真是好。捐钱捐物少不了，雨欣不知怎么用，到你了，试试。欢迎热烈欢迎，节目演的真是妙，大家一起来欢笑，穿着雨鞋来劈叉。白先生，来吧。高晓攀潇洒帅气，被誉为相声界的帅哥，偶像相声。他对笑料和包袱有着很好的驾驭能力，这种驾驭能力具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，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80后相声演员青春洋溢的表演特点。是吧？哎呦，谢天谢地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把我扔在这个热带雨林已经有2天了，吃的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在哪儿呢？哎呀，饿死我了！啊，吃的呢？不，我带来了吃的。哪儿呢？这儿呢。哎呀，别跟我开玩笑了，都2天，那喝的呢？喝的这也你活，你得相信我，你要活下去啊。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什么呀？你都2天了，吃的喝的全没找着。行了，哎，那个，看那棵树了吗？啊，这个树干啊，中间是空的，敲它能向土著人求救，快敲吧。土地，是土著人，不是土地人。你说几句土著语，我敲吧。土著语。乌恰恰乌恰恰，是吧是吧是吧。土著语说呀。土著人来了。谁是土著人啊？谁是土著人啊？我说你们啊，玩野外生存玩疯了啊！你看看你们这儿，你干嘛来了？你也是，你说你也跟着这么闹行吗你？你看咱俩玩的好好的，是啊，真扫兴。这谁扫兴？啊？谁扫兴啊？来，楼长，小高同志，小高同志，我们的楼长，你大小也是个干部啊，是是不是？嗯，你说你。
你这是搞的是什么呀？这是我、你说咱们现在提倡楼顶上搞绿化，搞绿色植被，是不是？你看人对面那小区，人家搞了，你看那房顶上啊，全都是牡丹花啊、月季花啊、发财树啊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这绿的，你看你弄那个啊，整个把热带雨林给搬到楼顶上了，你是你怎么想？你说说。不是老王，这多好啊！是啊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你快跟老王讲讲你怎么想的？我，说说。是这样的，你看对面，全是不是月季啊？巴西树啊？是。全是那样，全是花啊！啊，我们这得是绿色呀，没错，热带雨林。你看看这树，你看看这地，这绿草，多美！我都禁不住想要跳舞了。那就跳一个吧，跳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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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组长跳一个。你刚才不辅助你吗？来，辅助你跳一个，组长跳舞漂亮了。咱们楼长啊，为了这个热带雨林，引进了这么大的蚯蚓，在哪儿？地底下呢？哎呀，你看你吓的，不是？别紧张，蚯蚓不咬人。对，这个蚯蚓是松土用的。是。这个他为了这个蚯蚓就繁殖太快啊，他怕是繁殖太快。没错。又从别的地方引进了另外一种动物，这种动物啊能吃蚯蚓。跟他说什么动物？小鸡。没错。鸡啊，蚯蚓对比例不，鸡是能吃蚯蚓的。他说的这个鸡啊，和咱们养的鸡不一样。咱们养的鸡这个叫啊是咕咕咕咕，你引进那个怎么叫？嘎嘎嘎嘎，看看不一样吗？对，没听说过。他怕这个鸡啊也繁殖得太快，于是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引进了专门吃鸡的动物，跟他说什么？能吃鸡的动物，能捋清楚了是吃能吃鸡的动物，狼，没错，你看狼，他引进这个狼和咱们这个狼可不一样，咱们这个狼叫是嗷，对，你看他引进怎么叫？老狼请吃鸡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会唱，我的妈，太恐怖了。他怕这个狼啊也繁殖得太快，于是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引进了另外一种能吃狼的动物，告诉他是什么？太难了，狮子！救命啊！哎呀！我先提的裤子、楼长，这是什么动物？这是什么狮子？扁嘴狮。没有剧本，未知情景，他是学生，还是老板？岳总，当一切都是未知，看实力演员如何应对，看金牌主持机智作答。这是谁啊？我媳妇儿，叫什么？哎呀。看相声演员见招拆招，看歌手现场渡过难关。欢迎收看本周中国文艺演技实力派。相声演员周伟不仅说相声厉害，表演功力也相当深厚，在演艺圈经常能够看到他的身影。在谢天谢地的这个舞台上，脱离了剧本的他，在遇到感情和事业的抉择时，他又该如何处理呢？把车停那边吧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哎呀，哎，来，我看看你。看看，变了吗？你没事儿吧？我没什么事儿。水凉吗？真凉。你也真是的，想都不想你就往湖里跳，我浑身上下都湿了吧？哎，
你这衣服怎么干得这么快啊？因为我昨天晚上就开始发高烧嘛，所以说基本上就给烫干了，是吧？对了对了，小美，嗯，小美救上来了吗？救上来了。她没事吧？没事，嗯，没事就好。嗯，哎呀，你说这小美她有什么想不开的呀？非要往湖里跳。是啊，你说小美，你说这个是吧？嗯，她估计是感情问题。感情问题？嗯。哎，现在的狗还真是有个性啊，这心情一不好它就跳湖。这个就随着社会的发展吧，你就是它动物啊，它也有它的思想感情，对，知道吧？只不过你们就是不爱动物的人嘛，不观察它，你不能体会它。谁说我不爱动物了？啊，哎，对了，我记得狗狗天生就应该是会游泳的，狗刨嘛。那它还需要你救它吗？因为它这个湖水它比较深，显然狗刨就已经用不上了，知道吧？最后我是用仰泳救上来的嘛。我真没想到，你们做片警的什么事儿都得管哈。那当然了。所以呀、啊，我跟你谈恋爱都快一年的时间了，就没正儿八经的约会过。你不是忙这个事儿，就是忙那个事儿。这不，我刚来这儿还没有五分钟，你就跑去救人，还是救狗？不是，他虽然是狗，这不能用狗和人来，就是你是，不是你属什么的来着？我属什么你不知道？周警官，哎呀，周警官，哎，你好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终于找着你了，哎，我谢谢你啊，我谢谢你、啊哎。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你说你这二话不问，脱了衣服就跳水里了，你可把我们家狗给救上了。应该做的，应该做的。哎、太谢谢你了，应该做的。哎，你太好了，你心眼太好了。你有对象吗？大爷，我就是他对象。对，有。啊，正谈着呢。对对对对对。谈好啊。嗯，来，把衣服给你。哎，穿上，先凉着啊。哎，你还，我都忘了，你看大爷还想着。周警官，您说，哪天你们俩，谈不好了，跟我说一声，哎，我再给你找一个啊。谢谢。走了啊，谢谢。大爷，你。多好，多好的大爷。谈不好，还去找一个吗？不是，他说如果嘛。那如果谈不好，你还去找一个吗？如果谈不好，就是不可能谈不好，咱俩是不是？你是属狗的嘛，是吧？你知道，我喜欢你哪一点吗？你说，你猜。我猜呀、啊，喜欢我心眼好。不对。热心肠。我就喜欢你对工作认真负责的那个状态。你知道吗？你认真的时候，特别有魅力。嗯。那你知道我最佩服你哪一点吗？你说，你猜。送个水你都送不明白啊？让你送两桶水啊？送哪儿去了？你今天不给我要回来，你以后别在我这干了。哎呀，周警官，周警官，你说我就送错了两桶水，老板就要开除我。没事，没事，帮我劝劝他。没事，帮我劝劝。不是你跟管，你看这谁都有犯错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送两桶水嘛，你没必要，干嘛会把他开除啊？两桶水啊，两桶水是小事啊。你在我这干了不到30天，对吧？送丢了300多桶水。周警官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开除他？不是，怎么30天送错300多桶啊？不是，周警官，你是送水的，你是偷水的呀？不是，周警官啊，我不都要回来了吗？啊，你跟我一起去要的呀？是吗？对呀，对呀，这不300多桶都要回来了吗？是，周警官，是要回来了，桶回来了，水呢？水呢？水都洒了呗？洒了？啊。好，我有钱啊，300桶水不算什么啊。你能不能跟人周警官好好学一学啊？啊，周警官能把咱们小区谁住在几楼几号几单元背得清清楚楚，你能不能好好学学啊？你不可能，那小区人那么多，我就不信周警官都能背得住。哎，你可别不信啊，周警官还真能背出来。你这一点你真给向我学习，真的。那周警官，我考考你吧。你说，你就说，张展家住几号楼？张什么展？张展，因为咱们有两个，一个叫张展，一个叫张冉，所以你给说清楚了。张展，你说什么？住几号楼？住4号楼。哦，几单元呢？4单元。
几零几？404。王建峰家住几号楼？王建峰住5号楼。几单元？5单元。几零几？505。那赵蕊家住几零几？606。啊，几单元？反正不是6单元。住3单元。哦，周警官真厉害。你这小意思，小意思。我倒着背都能背，你何不还正着问？那你背一个吧。就是倒着背哈。哦，咱们这一共是1200户。1200。哎，最后一个户呢叫王蕊，他住在8号楼，8单元，808。行了行了，你别麻烦周警官了，警官。嗯，警官谢谢你、啊。有机会有机会，你找找我。行，好吧。行，我告诉你就不会送错水了。行，警官。以后啊，还得麻烦你帮我好好看看吧。行行。他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整的，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我就发现他这个人。有点问题是不是？那周警官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你，周警官。不客气。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不开除你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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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周警官。哎，安定团结最重要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好，没问题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好好好，哎，周警官，我送水去了啊。哎，别送错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约会，你看。你看工作嘛，人家找到我了，我必须得给人解决，别生气。我觉得你的工作太忙了，太辛苦了，你整天为了这些居民吧，你连跟我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。不是，这个我觉得咱们算了吧。别呀，别谈恋爱了。不，你那意思直接结婚呐？啊，不是，还得有这过程。你还得有过程，就是你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，要不然你直接结，我怕你接受不了。你说什么？直接结婚？直接结婚？嗯。那也得有人求婚呢。棒棒棒棒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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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